大家好，我是诚安大未来的销售人员婷真，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24坪2+1房的样品屋，这边请。进门即是宽敞的客餐厅空间，面宽高达约3米，两房的坪数即有3房的尺度，临走道设计，空间不浪费。另外全室搭配乐奇全热交换器，可有效保护家人们的生活空气品质。厨房采用一字型设计，选用樱花的柜体与 RO 净饮系统，搭配意大利 Svago 的 IH 炉以及洗碗机，让我们的家事做起来更从容与优雅。主卧室空间宽敞，可以设置整面的衣橱，同时拥有良好采光，窗户采用景红隔音气密窗。次卧室除了床铺空间外，摆放衣柜与书桌，活动空间仍宽敞舒适。室间式卫浴采干湿分离，搭配凯撒浴柜、免治马桶、浴缸与乐奇暖风机。诚安大未来是陆竹与湖内第一场大基地开发，楼层规划2栋地上10层，1栋地上8层，拥有饭店式管理与近1000坪花园及丰富公设的建案。地下室为全平面车位，并预留电动车充电线槽，让我们回到家就像住饭店一样舒适。看完刚刚的建案，有没有十分心动啊？赶快来电预约了解哦！